竟要等多久？老外做事效率都很差吗？修东西真的是有点麻烦，你打电话，然后我还会转接到印度去，哎，他会先跟你说，啊，那你先关掉，再开。问题还在吗？啊，当然还在。马来西亚，如果你要等一个人过来你家，你要大概一个礼拜。马来西亚人动作很慢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你去夜店怎么动作都那么快？对对，动作也很快啊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